你的子孙根呢？是谁啊？子孙根呢？我不知道。想拜明王啊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人神有命，这种事也传了出去。那明王，这个三爷是隐身出场的，但是过了光年。 我认识佢嘅，哇！你们真系大打我，你老友，我讲啦，我打你，哎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用你十分。少主啊，他的屁眼已经被我们给弄破了。哎，干得好，怎么样？公爽死。怎么样？大哥，那应该看货是点嘅？哎，我们不去看一下佢啊？好，那怎么办？你搞啊？ 突然，你要本女人，啊，先就算啦。哦，那好，那向教主咨询的。你要走了吗？计划行事。哎，教主呢？不，我们再练会儿。真的要放他走啊？ 一时感到有点伤感的，你的意思是你和魏？嗯，啊，嗯，被提炼出来之后的威力啊，是相当的厉害呀。你知不知？哦，就会心脏爆裂，七窍流血。哎呀，杨子金，杨子金，你怎么动手啊，杨子啊？ 你做咩咁傻啫？留下他们削发为僧，